您是从总部过来的吧？抱歉，我的只不过岸边停着的特拉尔铭文船是眼下唯一能够前往湖泊中心的交通工具，但是就是这个沾满粘液的东西。瓦尔基利队长刚才传来命令，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裂隙的情报。前方湖中心建筑与我们所了解的特拉尔建筑风格存在非常大的差别，这艘铭文船将带我们前去调查。扫描结果异常，继续深入将有未知风险。点击头像进入首领锁定模式，点击取消可退出锁定模式。打开虫洞传送装置，点击目的地，这是人类目前所掌握的虫洞传送技术。真令人不敢相信，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当新人类与觉醒者的，怎么回事？怪物们离开了，为了使你必须赶紧让你跟上队伍的步伐。不过在那之前，去老地方找艾迪生。他们分为刺激空间和根基空间两种，似乎只能在空间内。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趁现在使用攻，现在看准时机使出重攻击。
小心，快躲开怪物的攻击，按下闪避键。需要一些战斗补给，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选择消耗品，选择一级药剂，点击购买。购买完成后，不要忘了将战斗背包里的药剂添加至快捷栏。这些战斗补给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好了，听着，这里出现了新的情况。派去调查的外勤员安塔利亚在三分钟前失联了，请你赶紧去一趟。药品放入快捷栏，方便战斗时使用。谢谢，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么多碎骨。